咦，呢只嘢唔系红色底嘅，系黑色底红点喎。X 仔，呢段片系拍俾你睇嘅。等你羡慕一下。等你羡慕一下，呢度就系沙罗洞。你介绍下咧，呢度发现啲咩？首先，我哋有蓝宝石王子。咩叫蓝宝石王子呢？而家试下 zoom 俾你睇先。呢度。哎呀，唔得。又翻嚟啦。唔紧要啦，你睇眼照啦。你又翻翻嚟啦。睇眼照啦。系啦，呢度啲水一路去咗嗰度。前面橙色的品种就叫做阿伦史密夫，是很稀有的，是全香港只有一只的，一般都在凤园生活的，一般在凤园生活，但现在我们发现了新种在沙罗洞都有，它都是香港原生的品种。